好了不？大家开心了不？开心了吗？我很开心哟。还要唱啊？唱什么吗？真的是最后一首了，真的是最后一首了。这首完了呢，就要去恰饭了。说好不哭。说不哭，我应该会唱吧。我好了哈，好了哦。看，现在已经6:47了，我估摸着大家应该也要吃饭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去吃今天的晚饭，然后呢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大家那个，拜拜，晚安啊，晚安是不太对，吃一个好饭。拜拜，大家天天开心，祝大家恭喜发财。对，我今天一定会许个愿望，其中之一就是恭喜发财。然后呢，再许一个愿望，就是把这个生日愿望分给大家。拜拜。哎呦，这怎么关播啊？